来叫个玩龟字面怎么样？哎，这只怎么那么难抓？哎，超快就弹出来哎！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死定了！什么鬼啊？那这三地鼠怎么那么难打啊？叫个豚骨乌龙面还是豆皮乌龙面？豆皮乌龙面好了，中。然后再加一个鲔鱼饭团。你要玩龟炙面吗？我要番茄乌龙面加炸虾。番茄乌龙面什么？听起来好恶心。请问一下，你是把我的炸虾两只都拿走了吗？为什么我只剩一堆血血？请问一下，我的炸虾去哪里了？干，你明明说一只的，我叫两只，你把我的也拿走是怎样？啊，里面只剩一堆血血是怎样？离谱至极！我只能说离谱至极。我以为两只都是我的，你说你要一只炸虾，里面出现了两只，你觉得两只都是你的？这是你追到 Coco 后就不播他的报应。嗷嗷嗷！呆呆！给新来的观众，基本上没有本台禁止提到 Coco。Coco 原本是 NL 的女朋友，好了啦，不要在那边讲一些鸡巴话了。已被 NL 狠狠地甩到一边去，形同陌路。